亲亲，又下雨了，这个场景有效吗？这个东西有效吗？终于要回北京了，终于要回去看草莓了。草莓一直在家里待了四五天，我们全部靠摄像头看草莓的，这次终于回去能够好好的照顾草莓了。我们北京再见吧。欢迎收看猴哥的日常 vlog。然后现在出去办事儿了，我准备在家里给他做几道他比较喜欢吃的菜。我们在小岛上很少吃到水果，所以说买了一个西瓜来榨一个西瓜汁儿。配菜已经配好了，刚刚问一下小杨，他马上就快到家了。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，太香了，感觉蒸了个桑拿。钵钵鸡已经做好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大功告成。太累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就等着小杨回家吃我做的大餐了。
猴哥。